龙情物语嘅好朋友，你好嘛？系啊，我哋六月一号咧就系龙情物语嘅两周年啦，系啦，梗系要同龙情物语嘅好朋友一齐庆祝下啦。今次咧，除咗唔讲你唔知吓、第四集，仲会有你问我答嘅第二集之外咧，仲会加多一个节环节叫做系真唔系真，大家咧都好熟悉。唔讲你唔知啦，我哋分享一啲如果我唔讲你哋就唔会知嘅背后嘅故事啦。咁你问我答咧，就好似上次一样嘅，每一位会员咧可以问我一个问题。当然啦，如果太私人嘅问题咧，或者同商业合作有关嘅问题咧，我就唔会答噶啦，系啦。所以大家咧要动动脑筋，系啦。问得太简单吓，嘥咗个机会；问得太敏感咧，就自动放弃咗啦。今次咧推出咗嘅系真唔系真呢度点样玩咧？系我会出席呢、这、一个松唔庆祝嘅朋友咧，即系你哋会一齐睇松参加松嘅朋友咧，预咗话俾我听吓，我将你哋四个人或者五个人或者六个人都好啦，一队或者你哋自己组队都得噶吓。有啲朋友咧可能净系想睇唔想玩都 OK 噶，到时咧我拣嗰个特别嘅问题咧，每一个问题讲埋答案俾你听。咁你哋即時咧就上網，喺網上商量，係啦，研究究竟個答案咧係咪真嘅？有啲問題咧，仲可能有另外嘅加分題，係啦。啊，咁咧勝出嘅會員咧，下次古龍情物語每一個月歌曲介紹嗰陣時咧，會有特別多嘅提示，係啦。當然咧，如果唔夠兩隊參加咧，咁我到時再做調整啦嚇。六月一號咧係星期三嚟嘅，對好多朋友未必方便，係啦，因為唔係週末。咁所以咧，我會發一個問卷咯，你哋話俾我聽邊一日做呢個特別直播係最啱你哋嘅時間嘅，係啦，我等緊你哋一齊玩啦。係啊，好多好多謝你哋對龍情物語嘅支持，我哋到時見啦，多謝曬。